七那么一晚夜，要来加感谢咱所有咱每一个好朋友吼。啊咧，大家当安尼百忙的，中个咧当安尼半加光临。啊咧咧，参与着咱今仔日吼，咱一年一度啊，这个平安餐、平安喜。来，那么咱特别要来加庆祝着咱的庆安宫，要来加庆祝着咱的天上圣庙以及咱的五年千岁、北极天天上帝以及咱的太子万岁。啊，咱六月正神圣诞千秋千千秋。所以讲特别感谢咱今仔日吼，特别啊来甲咱出钱搁出力，啊来要来加感谢着咱今仔日啊咱的这个请主大哥，啊来恁的提供啊恁的赞助。来，那么咱特别感谢着咱的张万洲先生、张俊玲先生，也搁有咱的张尚文先生、张铁英先生、林定顺先生、戴国忠先生、张来福先生。张坦先生，也阁有张东敏、张东松先生、张俊通先生，啊，咱即几位所甲咱提供来甲咱赞助。来，那么也要来甲祝福着咱今仔日的请主呢，会当真好步提油路，会当步步贵人来相助。嘛特别感谢咱今仔日请主大哥恁的照顾，嘛要来甲祝福着咱今仔日甲咱出钱去出力的请主大哥，啊来。啊，会当安尼真好步提油路，会当步步贵人来相助。嘛，请着咱今仔日所有甲咱出钱个出来的请主大哥，今仔日开偌济，啊，连工会当加赚回几啊千，搁几啊百万万倍，感谢，谢谢。来，那么咱节目继续可能安排邀请到咱的小卢所给咱带来一首，来，那么咱轻松的这个台语歌曲来共同欣赏。成功一定是咱的，那么咱特别安排介绍带来好听的歌曲，感谢您，谢谢。阿妈讲起成功一定是咱的，我非常谢谢。
来特别为了安排介绍咱的这首，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